等会儿啊，还等一会儿呗，买碗拿回家，走吗？你一个这帮会儿忙吗？你甭忙，走，下班。到那，再保凉了。快保啊！那我们干脆吧。哎呀，别管了，你别暂时忘。你别暂时忘。昨天买完啥活不着了吗？别保了，这省挺免的。这点儿几天了，省。 十二点了，十二点了，嗯，十二点了，咱不走了。十二点了，不走了。回头买完就收摊回家吧。行，买完买好了。省点面，省一不好，一天天的。嗯。又一天省一，又一天省一。这食堂这人也不少，我看看。 天天的，今儿不多。你今儿请人家几点起来了嘛？4点。哎，恁两个这一个人看一个摊儿太辛苦了，天天起来早，又睡得晚，不是寻思多买点儿咯？今天买点儿，俺们店儿有事儿繁忙。反正比去年忙活的多，去年一个摊儿，今年弄两个摊儿。 今年生意不好干，欠了俩摊儿。